好啊，准备好了吗？哇，这边来了个巅峰期间，感觉出大事。来吧，看一下这边颁一个求胜者，颁一个什么？感觉我们这哎呀，依然是个佣兵啊，佣兵确实是一个非班必选的角色，太恐怖了。现在是0比5，不是1比5，0比5。这边的阵容相对来说会稳一点点，要比上一个阵容要好一点，只能说，因为，算是三救嘛，三保一，保一个机械师啊，这边啊，不会吧，厂长，真的假的？搞个厂长？不至于吧？看一下刷点，哎哎，这个点还可以啊，这个点往前走有两个人，往这边走有两个人，那就看他怎么走。正常来说，如果是我，我也会往这边走的。走，哎哎，好，耳鸣亮，哎，是谁呢？是谁呢？看一下教堂中间，教堂中间啊，有个人，牛仔，好，就是你了，勇哥，来了来了，哎呦，直接就夹了一下，哎呦，这个雕像我爱了，来。哎呦，这个雕像直接让他不敢翻这个窗户了。哎，要勾了。哎哎，好，这个刀没中，有点可惜啊。好，一刀直接秒。哎呦，应该也是个闪现吧？对，也是个闪现的，都是跟上一把小提琴家节奏很像啊，就基本上都是这个，没有闪现没转好就直接秒了一个了。好，现在机械师应该已经开始双修了，但只能说争取一下。啊，这把只要跑一个，好吧？求生者方的目标是跑一个，而监管者方呢，就是说我要把你清空啊。这边牛仔的话可能会让守墓来吗？守墓看一下，守墓这么远应该不会选择来了。好，这边还要去干扰，还要去干扰调香师，可能要让调香师来打个依旧。调香师这边，哎，等等，调香师这个走位不对劲啊，那要不让机器人去摸偷一把吧？这个卖了太可惜了。哎呦，这就是不是沟通不到位啊？当这个监管靠近守墓的时候，守墓就可以让队友去偷人了呀，这直接卖了，电机不够呀。好，进入二阶，那这一下你们想救都救不了了。这下真的是想救都救不了了。作为雕刻家来说，真的你们，我觉得求生者刚刚这个选择有点可惜，有点可惜。在守墓被通缉的情况下，其实应该是调香师或者机械师过去压下耳鸣。现在这种情况下，已经是一个很，来，看到了，看到你了，你还躲躲啊？你知道什么是二阶雕刻家吗？二阶雕刻家，一刀好，可惜这波交不了闪啊，但没用的，他直接一个雕像直接把你秒了。哎，钻地了，怎么办？要打出来吗？打出来吧，没事，电机现在不够，对于雕刻家来说，其实这一把很稳了，真的很稳了。求生者保平的机会，啊，讲道理，跑一个机会都不大。就这个局，你跑一个很难很难，很难很难。调香师这边几乎是个半残血，然后机械师手上两台电机开不了，只能开一台，然后剩下一个大遗产。哦呦，这个娃娃估计也活不了多久了。这一组雕像直接秒了，好了，直接没了。然后机械哦，这边就暴露机械师的位置了，知道机械师不来，然后耳鸣就是调香师嘛，这边可能会用一组雕像去排一个人出来，我觉得把它排出来，但这边没有耳鸣，所以猜得到应该在教堂里面啊。哦，他以为在这边，看了一眼没有。这个机械师已经出现在监管的眼前，
哦，这个雕像居然没躲掉，有点可惜。哎哎哎，来啦来啦来啦！你敢翻吗？不敢翻，吃一刀。好，现在全员残血。雕刻家其实操作空间很大了，已经，因为这两台电机都不可能修得掉，因为这里还有一台遗产嘛。如果我没记错，对，这里两台遗产，三台遗产，但你开不掉啊。你调音师就算现在开掉一台，他正在摸东西，摸了根针，好，摸根针，可以，秒，然后马上，哎，丢错了，他想丢过去，但没丢过去，看电机，看电机，但人家，哎，我根本就不摸电机，我摸自己，没想到吧？一旦摸自己，啊，摸自己这边就直接排你的那个箱子点了，你看。这边没有，那就已经知道在那个地窖这边了。你看，直接往这边来了。哎，有耳鸣，有耳鸣啦，怎么办？这个雕刻家是不是这一把的技能都没用过呀？这边自愈起来，自愈起来，其实无所谓的，自愈起来无所谓的。哎，好像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脚印了。好，翻窗户爆点了。这边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，三组雕像，杀不了你个雕。调香师，哎呦，啊，这波直接闪都完事了。好，看到电击了，切船，哎，没错，然后一刀把他秒了，然后再去找调香师慢慢玩。这把讲道理四杀了，真四杀了，那你没有操作空间啊。对于求生者来说，其实第一个人你如果不卖的话，这把对于雕刻家来说是一个。是一个三杀吧，三杀起步的局，但是如果你第一个人那一波没救下来，那就是一个铁四杀了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，有点可惜，有点可惜。好，这边现在就只剩下就慢慢找了，慢慢找调香师嘛，这个简单了，慢慢找，一个一个慢慢丢完就找，有耳鸣，但不知道在哪儿，其实可以排得出来，哎。好像撞掉了，撞掉了，有点可惜，没看到。他想要用雕像去找一下啊，找。嗯，直接爆掉了，那就是说没在这旁边。哎，耳鸣消了，那在另一边。墓地没有，看了一眼没有，怎么办？这直接爆掉了，因为雕刻家在后面一次改动之后呢，他的这个雕像就没有办法拿来找人了，他就只能用去，怎么说呢？就是他要在一定范围内，他才可以找到人。好，这边又耳鸣了，又耳鸣了，能不能丢到？没看到，哎呦，没看到，哎，看到脚印了，那就凉了呀，那人没了呀。然后地窖这边已经排好了，但是我真不确定他能够，他能走得掉。好，一刀，哎，一个雕像慢慢玩，哎，直接秒，好了，四杀，没有机会，好，真的没有机会，打了一个5比5。